看看我在回家，我妈跟我说，她说哎，你要告诉那个叫唐嫣的，我好喜欢她哦。哦，真的，谢谢谢谢。我说我好喜欢唐嫣，她的演的戏哦。我说是什么意思嘛？你帮我要签名照吧。照片。四川话没有问题，怎么讲？没得问题。没得问什么？没得问题。没得问题。 没得问题，阿姨，他会开心的。好的，好的，我给个兔签。兔签，兔签。可以，可以，谢谢阿姨支持，谢谢阿姨支持。